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是我老家附近的一间庙，它叫五通宫。那这间庙的话，非常的灵验哦，非常灵验。那为什么我要来这边？主要是因为今天《三国群传 M》的话，有全天候的掉宝率加倍，全天候的掉宝率加倍。如果说你有吞转运符的话，那么你的掉宝率就是四倍。好，那爸爸超人来这边就是跟神明拜托一下哈，就是祈求神明好祝福爸爸超人有玩游戏的各位朋友们，就是可以在精英副本或者是打野王的过程中打到自己想要的宝物哈，就是想要神剑的打到神剑，想要气阵打到气阵，想要全阵打到全阵，想要攻速结界打到攻速结界。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我待会买东西给你喝。好，来拜托哈，我拜拜一下，好，拜托神明保佑爸爸超人的好朋友们，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还有妈妈。好，对对对，好，那我添一下香油钱哈，添一下香油钱，因为爸爸超人的可支配所得不多啊，所以还是添一下香油钱来。哎呀，我身上只剩十，哎，有，怎么都一块钱？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哎，好，我身上我没有带什么钱出来，我只有3块钱。好了，应该够吧。好了，因为神明他是不会看这个钱的大小，他看的是我的心意哈，那就祝福各位好朋友能够打到宝物了。